腾讯体育11月7日运讯，北京时间凌晨4时，欧冠小组赛 B 组第四轮一场焦点战，国际米兰坐镇主场对阵巴塞罗那。赛前双方首发阵容已公布，国米方面全员康健，不过若奥、马里奥、加利亚尔迪尼和达尔伯特无缘注册，以贾尔迪统帅锋线。巴萨方面，梅西、桑佩尔、乌姆蒂蒂和维尔马伦因伤缺席，登贝莱、苏亚雷斯和库蒂尼奥组成攻击线搭档，梅西未能进入替补席出场阵容。国际米兰 4-2-3-1， 杨汉达、洛维奇、二弗尔萨里科、三七十克利尼亚尔、六德福、黎18埃塞莫拉、77布罗佐维奇、八贝谢诺、16波里塔诺、14奈英格兰、44佩里基奇、91贾尔迪替补、27帕戴利、10劳塔罗马丁内斯、11凯塔巴尔德、20博尔哈巴莱罗、23米兰达、30戴布罗西奥、87凯德雷瓦。双方首发即展威巴萨4-3-3、伊特尔施特根、23尔吉罗伯托、3皮克、15朗格莱、18阿尔、84拉基蒂奇、布斯克茨、8埃图、21登贝莱、9苏亚雷斯、7库蒂尼奥替补、13西莱森、2塞梅多、12拉菲尼亚、14马尔科姆、22比达尔、26阿雷纳、36楚米冷血。